虽然是剩下那么少的鸡汁, 但是你看喵小姐已经, 哇, 真是舔舔你的, 因为大早已经吃了鸡扒了, 她已经知道这些是鸡汁了。 妈咪啊,你是不是给呢? 是这么舔你就好给啦, 真是虐待啊, 打去SPCA告你的。 是吗? 竟然很虐待的吗? 你很喜欢吗? 好啦, 那就是, 你住, 等等先, 哎! 哎, 哎, 哇! 不是很好喝吗?没了喵!没了喵!那只碗去到九龙了!再拱了,再拱了,去尖沙咀了!好了,没了喵!你冲干净了!喂!哇,真好吃啊!你看,吃到头毛鸡仔都乱了!哇,好好喝吗?当然好喝啦,纯正鸡汁来的!你住,没了啦!再一粒死鸡! 好好吃啊,妈妈,真的,好好吃啊,真的,没了喵,闻下好了,喝下好了,下次再整多一点,大致留留整个一块半鸡扒,还有好吃啊,妈妈,看见你的样子觉得很美呢。 真是齿甲流香，细佬你容易肚痛，所以你唔好饮鸡汁啦。哎呀，好味啊，妈妈！哇，真系好味喎！喂喂喂喂喂喂喂，系啦，望下先，入入入入入入，真系好味啦。听日继续啦，细佬。哎哟，你而家住嚟，家姐你好香鸡味啊！哇，真系饮咗鸡汁。 个身都凉晒香啊！系啊，各位喂，同各位观众拜拜先啦，拜拜，喵喵喵，仲未舐完你，又排。